这把是 Well Pro Micro M134 Mini Gun， 先来做弹道测试，一样打20、30、40米。然后里面是 BLS 0.2 的 BB 弹。哦，开始哦。好。30米。40米。不用说了，射不到。应该说换弹夹更方便了，可是上弹没有原本的 M134 那么顺。OK，M134 是从中间挤进去嘛，然后靠离心力把它甩出来。嗯，所以一定可以打到很顺的，打到很没有。所以各有好处啊，但我会比较喜欢这个，因为弹夹直接换就好了。对，不用中间带一关 BB 弹啊，在上面战场上面直接在上面慢慢装，这個、直接拿掉丢掉，然后换一个新的上去，这样就可以打了。对啊，方便多了。OK， 谢谢。